老公，啊，我去吃酒席了，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？谁让你带的？你丢不丢人呐？你还没吃饭吗？我去给你做饭。老公啊，饭做好了，过来吃饭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一个菜啊？你让我怎么吃啊？啊，我忘了。我还打包了你最爱吃的大虾，你还不嫌害臊啊？什么东西都往家里带，你让我怎么吃嘛？吃大虾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吗？你怎么不吃呢？刘哥，你再还我三天，我三天之内啊，肯定给你处上。哎哎哎哎，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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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哥，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拿去吧，先把债给还了。老婆，你这……拿着吧。老婆，你又帮别人洗碗去了？嗯，是啊。